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吗？你还在为增高而担忧吗？那就收看小兜钓鱼吧。这期我要下手的正是第二次热播的电视剧《北京爱情故事》，但是呢，这次木有故事，只有事故。因为眼瘸的我又发现几个穿帮镜头。穿帮一，无敌跳楼的时候简直酷毙了，但迪哥本来想学咸蛋超人，没想到成完蛋了。大家看那么明显的威亚有木有啊，林夏姐姐都已经这么伤心了，你应该真跳才对吗？穿帮二，疯子来车站接沈冰，本该是一场多么浪漫的一见钟情。可是群众演员太难驾驭了，注意他的口型，拍戏啊！我说这位白衣姐姐，好好的一场戏被你一个不小心给穿了哦。穿帮三，为了显示品味，吴威公司里的时钟都是按时区算的，可是这两个人谈了好长时间，这些时钟却一点儿都没动。吴威叔叔，不是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，而是您的时钟啊太慢。穿帮四，疯子的爸爸悲戚的心脏病发住了院，大家注意，这时花盆和椅子之间明明有一段距离，可过了一会儿，花盆和椅子间的距离就神奇地消失了。感情花盆还会凌波微步啊 ！Oh my god！ 到现在我才看出，这不是爱情故事，而是《天龙八部》呀。得病了吧？让你没事找什么穿帮镜头？妈妈，你说这些雷人吗？我累倒不要紧啊，我就怕剧组追杀我啊。别害怕，大家都会罩着你的。买都不哭，快吃鸡，快吃快快鸡。妈妈，这鸡也是皮鞋做的吧？恰恰恰，爸爸带我去吃叉饭吃肉味，爸爸带我去吃爹爹卷土呢。